侧身来，准备，对方要盯住了，两枪头，漂亮。以为自己是捕鱼的，先打断对方一条腿。是的，他确实是腿呀、啊、，Unonix。是的。Helen 这边把 Lamb 给撞翻了，是什么情况啊？先看近点，这边是一个四打三，警觉性还是很高的。但是 Rama 出枪是把怪兽给放倒了，再放倒一个旺仔。哎、小心呐、啊，没掉血呢。哇，这 Rama 的位置应该是没被发现的，所以打的。侧身打得这么快，这三打一，一丝血。最后的话呢，是被堂弟弟给收下了老局的这个分数，一打二。这个Rumba，Rumba这个位置，他炮楼，这炮楼这么站着，我觉得 LTF 应该会小心一点。主要是压的也可能太靠前了，觉得有优势，可能四打三。但是你这个很急，没看到，不看就不看，来了，打一个。第二个往前顶，这个掩铁对手给这个队友给了一些输出上面的帮忙。是的，直接爆对方大残，但是 under 也残了，17滴血，16滴血，是被那个帆船卡了一下。啊 ，Loki 来拯救了分宝啊，那经济只剩最后一个，人吧也是不太好过呀，面前还有天霸。而且明知道渔村，自然我进圈就舒服了。是的，等这个马上快贴三圈的时候再动，也不着急。打纳瓦那边也是被 KDF 给盯上了啊！哎呀 ，UHappy 和 4M 在东桥，我现在看到 USG 已经上了 4M 的一个退路上面，就是他这个 4M 左手的这个山坡，是这个山坡他站住了之后 ，4M 其实连退路也没有了，只能硬接。我是觉得啊，现在的话，其实 4M 想退都退不。C 字楼的山头啊，对，字母山上想控，但是脚下 GBL 其实已经有人贴到近点了。是的，而明明的话是把 4M 连打带补。小鹿这边的话也还颜色，但是趴下离这个鱼枪稍微近了一些，想要往回撤的时候，楠楠的出枪，小鹿直接被放倒了。坏了，这个雷也撕了第一时间，然后再往后撤，对方已经顶到。压力大呀！一鼓作气 ，New Happy 直接往前顶。哦，但是 GFY 的出枪是把幻神给放倒，先不着急救救队友，烟雾已经起了，第一时间反应很快。不断的是给到了这个投掷物，那幻神那个位置是肯定是没法扶了啊！明明踩着火，赶紧往后面走，要不然救都救不了。阿特莫拉那个点太舒服了呀！是啊，完全架住这一片走了。是的，那 USG 的枪声也打了过来，在旁边的山坡上。GS 也来了，哇！这强这两支队伍真的要面临这么多枪线。而另外一边十七那边好像是刷屏啊，带走了 GBL。GBL 想出 C 字楼，直接被高点上面的十七压制的。完全了，是的，主要是旁边还有 KDF 在那个诊所，对，两个角度的枪线，头顶上比较致命，侧身的话呢又会给你压力。是的，GFY 等于现在只能说 4M 和 NewHappy 想办法去拿对方双方的一个分数。没错，因为你要进圈的话，三个角度换分了嘛，现在就是换分了嘛。周边，手里还有投掷物，一颗雷，两颗燃烧瓶，啊。牛 happy 率先被淘汰，是的，还是被旁边 GX 给抽了。这个枪声的话也是 4M 听到一句 USG 全都不进了，一听栓锯的声音继续往前再走，还拿了个大波鲁，漂亮。这 USG 是真的是名额稳了之后，你这什么都整上了，给我。他敢做这样的事情，他那个位置看乔乔打架打得这么香，他过来想分一杯羹，然后自己被连续放倒。是的，而龙村另外一边也打倒了眼里啊 ，DK 也被淘汰。十七目前看起来就是右上角出现的刷屏概率还挺高的，非常高，淘汰数很多了，五个了。是的，近点看一下天霸，因为天霸现在他的一个位置再往前进的话，有可能被夹在就是两支队伍夹在中间，一边是天路，一边是十七。那 BGP 抽靶就好了。对，不用说了，他这个位置肯定是非常安逸的抽靶位啊。脚下的支点已经踩好了。一波速点啊，唐弟弟放到了萨萨，那这也是一个机会啊。BGP 优势大呀，现在他高点还可以再待一会儿，他可以压着蓝圈走。另外一边的话呢，字母山上啊，十七和天罗也是终于打在了一起，因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这种同心圆一刷，圈面的压力就变得很大。是的，现在我在关注着后面的 KDF 什么时候到啊？现在十七已经拿到了五个淘汰整队。
哎呀，这个 KDF 有两个人想摸过来拿分，是，但是应该是有防着这一手的。嗯，对，还是要看一看。对，这种地方的话，等于说我左右两边都要分出胜负嘛。嗯，好像雷一准不准啊？哦，完美避开，没有砸到，而且原本已经是被马哥给放倒了。原电先倒。哎呦，但是长龙这个点位是被抓了一个侧身啊，这个身位落得有点大。是的，黄一鸣直接往前面去顶位置。是。另外一侧马云龙以低打高。马哥后面还有一个谁？左子轩吗？在利用载具拉角度，是的，来了，你在看什么？啊，做足了戏，但是头顶两兄弟被放倒了呀，原点。而且，左子轩刚刚那辆车也吸引了兰博的一个注意力。你看左子轩下面有什么？两个空投啊！是呀。这我要为他解释一下，他主要目的是拉枪线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只是调侃一下嘛，对吧？对是就是从他得到的看多看一眼的话，就显示对面十七开车过来，吃到了绝活的枪线，两个残血，两个人飞出去了，直接。是的，而且这个蓝圈顶得住吗？六阶段的蓝圈伤害有点高，这一波远距离 PO 的三倍镜的出枪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伤害，换了连狙宋江。补上输出，而且这一波的话呢，十七兽是早早一个人就想着自己去一个侧身枪线，然后三个人去前面打这种圈边上。对的，他们其实已经尽大力了吧，尽大力是这个角度去进圈套，两个人其实还是换了点分数的，但是遗憾的是就 GF 就比较刁钻，你看 KDF 就坐享其成。哎，是的，这个没办法，只要十七想到就是要走 GF 这一侧的话，两队一打起来，那必然会枪去把阿卡德给处理掉。就是现在 BP 你全下去了，高点拍手就能炸了。来了，第一局九八先放了一个 N 的，开始扑烟，慢慢的往前扑，前面留了车的。哎呀，这个过路没打到，这个车身出来一换一，两队已经打起来了，满编队伍打起来了。现在 Pair 有机会进圈，没人能够去，就是现在这个 Pair 进圈，压力太大了，背身要出枪。他居然打完以后，双方安然无事的把这个人扶起来了，不得不说是真的稳啊。看左子轩打两个，打两个，有没有第三个？莱克雷能不能补，把分补掉？一颗顺爆。那但是对方也怕松手了，现在第一时间。是的。继续顶。好 ，KDF 只剩最后一个，还在救，还要救人。左子轩拿下的 ，KDF 又打一个。但是对方人有点多啊。还能打，还能打。啊，这波真的很可惜，还是恭喜 BGP， 那十个淘汰，拿下我们 PCS7 的第一局。是的，就最后。